你喜欢金刚狼还是兔女郎？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队？出门之前务必照着镜子擦擦我的鞋，出门之后默念三遍你是孙子我是爷。你们催的白尾第五集来了。是我在哼你最爱听的旋律，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雨滴的声音。你们的徐姐来了。穿旗袍的我。